然后这里朋友我跟我寄过来的。还有那个什么，好多地方啊。几个月了，我没有怀孕，只是你们看着我像怀孕了，但是我没有怀孕。你看我像怀孕了吗？不要卖，家里那么多，你卖那个干啥嘞？不要卖，不要卖。卖啥呀？我媳妇她在网上看客户照，我服了她了。我还不是人家拿了三块嘛。我胳膊是垫的，高一点垫的，挺好，肚子上肉不多，多我肚子上好多肉。给他拿了三块回来，多得很。我肚子上好多肉。到时候买直接去那边，去那里买，他那里差
面膜秒点啊，面膜秒也给你们秒不了多少，能秒个几十单。讲讲洗发水呀、啊。不要卖，你要好多，我这儿给你搬一箱回来。洗发水，我们是米云的生姜护发洗发水，那个洗发水我卖都卖了9万多单了，我不是卖一单两单。眼膜，眼膜是秒杀的呀，眼膜是在给你们秒杀呀。散粉现在还没货。口红改价了呀，我嘴上涂的是那个珊瑚橙。冰箱有，你自己去拿。你想要眼膜，眼膜在购物车里，你自己去拍就好了，亲爱的。你去拍就可以了。我多高？我不穿高跟鞋的话是1.61米，穿了高跟鞋的话大概有1.65米。1.65米比我还高。我看一下。1.68米。差不多啊，他是比你高一点的。我穿你高跟鞋啊，肯定比你高一点啊。你比我媳妇还高。哦，比他高点。嗯。我等会儿给你参谋行吗？我去搬一件，我这回去啊。嗯。我去搬一件，我媳妇儿往这买，我给他整一件回去。害怕后面疫情严重了，买不到口罩。行吧，去搬吧。这一下显得我肚子大了吧？这样是不是显得我肚子好大？我肚子好大，好烦呐！你胖了，你胖了，对啊，肚子大了。你不要再说我肚子大了。都怪我男朋友，把我养那么胖。是不是有了？没有怀孕。我胳膊是电的，电打的，我胳膊是电的。啊，几个月了？我没有怀孕呢，我哪有几个月、啊？快到妈妈了，啊！就你这些老年人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他还叫玩玩的，这就玩那么多人看。啥？在你们那？哎，你这是可以去、啊？干嘛去？你有病？我不看到你。你看他那裤子都快要掉下来了。电影看，这都懂，那又是来不及了。年轻的女人，这么大年龄，还在玩抖音，哇，这么多人看，2万多人看。嗯。啊，我一路看过千山万水。我一路看过千山万水。嗯。我的脚踏遍是是与非非。管他日晒风吹，我都无所谓。
小腹隆起了。对啊，我的肚子小腹好大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自从上次做了清宫手术，我肚子就变大了，我都怀疑是用药的原因，以前我肚子没有这么大的，以前我都没有肚子，就现在一下肚子就变大了。是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肚子一下变大了。是长胖了是不是？我是长胖了很多，所以我在想办法让他瘦一点。男朋友老骂我，老骂我。洗脸巾是不是19.9四卷？对对对对对，生儿子了吗？还没生呢，没有宝宝，还没有宝宝，没有宝宝，没有宝宝。还没有宝宝，哎呀，孩子醒了，什么孩子醒了？没有孩子上哪儿去？孩子醒了。我现在运动，把肚子变小一点，我都不敢吃东西，我都不敢吃东西。哎，脖子好黑，用点防晒。等我，等他出来帮我喷。哎呦，等他出来帮我喷点防晒。不是吵架了吗？那吵架也要和好呀，你不能一吵架，我抹的口红是珊瑚橙，你不能吵架了那就一直吵着不和好呀，对不对？吵架前天晚上了，今天再不和好，今天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想干啥？我好喜欢你，真的很佩服你啊。你是对我哪种喜欢？好多人发私信给我说，佩佩我喜欢你，你嫁给我吧。床头打架床尾和呀，我手是垫的，高压电垫的。我们杨家的女孩啊，你也姓杨吗？我多大了？应该有很多跟我同年的吧，我80后。哎，我年纪挺大的了。口红也在，口红在购物车里，你去拍就可以了。口红在购物车里。口红在购物车里。温泉那边有纸没有？我发现我家纸用的真快。没啦，那你后面那边箱子里面有没有？哇，这纸用的也太快了。眼膜你就贴在眼睛上就好了。我手是垫的，高压电垫的。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，你去拍这个脚爽喷剂吧，有脚臭的，脚爱出汗的，有脚气的宝宝可以去拍我们这个脚爽喷剂。这个脚爽喷剂是云南本草的脚爽喷剂，哺乳期孕妈妈小孩都可以用。我家女儿上高中，我给她拍了主播的洗发水，女儿说真好用。基本上现在我们家的宝宝，我不能说多的啊，100个人起码有60个人在用我们家洗发水，最少的。
刚在我这买的面膜，晚上发货，今天晚上发货。我也看过，你看到这个我也看过。我看那个。嗯。口红好用啊。口红我擦都擦不掉。这个是云南本草的脚爽喷剂，就是你脚臭的、脚爱穿、有脚气的宝宝可以去拍。我男朋友没有上班。嘴好干呐、啊！我要涂点唇油，嘴太干太干了。我身材不好。看着很高，我吗？我看着很高吗？我不高，1.6米算高吗？男朋友个子高，他个子是真的高，不是假的高。下去点开后一看就是你啊，你说啥？一看就是我。等会儿去洗头去。觉得我这个耳环配的不好看。洗头膏角膜好好用啊，我卖货卖了2年多了，我说了在我直播间来，你看我都是跟你们聊天，你们自动去下单的，自动去下单的，我卖货就是卖的人品和信任，而且我卖的都是回头客，我们家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回头客买，买了以后都是去认可的，大家认可了，大家说好，那才是真的好，不是我嘴巴在这巴拉巴拉说好那就好，对不对？那个丫头叫我大叔养你，你联系一下客服，他爸爸妈妈同意啊，可以的。这个脚爽喷剂，你我的脚就是季节性的脱皮，你脚臭的、脚爱出汗、有脚气的宝宝都可以去拍，而且哺乳期孕妈妈小孩都可以用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用的。可能快递中，然后有的时候盖子会那个会烂。
去医院，然后医生让我先调理啊，先调理了，到时候给我开药，然后就喝药再调理。手脱皮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在电视上见过，我是上过很多电视啊，我是有上过电视啊。不，小窝，那你就不要用了。平时打扮都是我自己呀。自己给自己打扮呀、啊，要么又没人给我打扮，那只能自己是给自己打扮呗。我要么又没人给我打扮，那只能自己是给自己打扮呗。我以前也不喜欢去打扮自己的，以前我觉得每天，以前我每天也不怎么化妆。